有在录了吗？不是呢，哎，好啊，你红点嘛，对不对？正在录嘛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换你录我啊？没啊，我刚刚有跟，但是没录到啊。那我很难跟吗？你的一点都不难跟，但是你太慢了。你这里都信心超高的，你可以让自己放快一点，没关系。哎呀！只能一趟。你 OK 吗？ OK 啊。还想要继续增加吗？不用加了。不用加好。对啊，你 OK， 你 OK 就好。看起来刚刚会很混乱吗？你说混乱是什么？你自己。你没有脚乱，你只有信心不足，速度变慢。不足啊。然后动。刚下来的时候没有信心。也不是信心不足，你速度太慢了，然后肩膀忘记了。肩膀，脚强是脚可以动，就不用。啊，那随便啦，也不用想太多，反正就是玩一趟轻松的绿线加蓝线就回来了，就这样，最后的复习而已。啊，没什么。就是蛮长的。对啊，啊没做到什么也就算了，下次再练就好。我去帮我看一下我的左脚。我觉得你往右弯比较漂亮，有没有错？不对 ，Jerry 说我右脚比较好，是往左弯的。哦，是啊。你右脚比较好，但是你往左回的时候，几乎就变得没有速度了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就最后一趟了。对啊，这一趟就够了。
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，中间不要有些奇怪的人冲过来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几乎用掉整个宽面。对啊。那我要弄一半吗？用一半就好。不要不要，你临时改掉的话，速度可能搞不好会慌张，也不一定。那要是你改一半也不会慌的话，那你就一半。那要是你觉得说有点心慌，那你就还是照你习惯就好。我的都是慢啊，所以还好。对啊。我就是慢。那你可以用一半啊。我试试看哦。要。你觉得我太大圈了？你觉得我太大圈了？是速度慢，不是大小。大圈也可以快。但是你不是太大圈，你是速度慢。我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我可以跟你啊。但是我用你的轨迹跟到快要追到你的时候，我要刹一下车，就是你会先慢，可能你不自觉发誓再刹，只是不自觉啦。好，一批学生，刚刚没看到啊，我们是走这边吗？是啊。然后突然间出现一批学生，他们是刹车班是不是？刹车等级。我们是从右边来嘛，上面是蓝蓝的嘛。我们是上面的右边来，好不好？不是这里右边，好不好？啊，是啊。怎么可能是这么缓？刚刚明明就是陡的。啊，是啊。是上面的右边来，滑滑滑滑滑下来，中间很多障碍，怎么可能？刚滑就是这个。你觉得太缓了啊、哦？太缓了啦！不是这个啦。九九已经认为我们没那么弱了。对啊，是啊。他们也用掉几乎一半啊，有人在弄掉三分之二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但是我们是用掉一半又慢，在那边好像在前面挡路。那要是我们用掉一半速度也快，那就没什么事。他是在表演特技啊？不是，他在特技，他在翘车尾，翘完之后又收回来。我刚看也没有什么下去的地方啊，那个有用红栅栏围起来，有没有？啊，什么红栅栏？那我下去的凹洞已经被红栅栏围起来。下去的凹洞没看到。他说下面有。所以我们花一趟要花。坐车加那个25分钟。嗯。所以差不多。怎么会那么久啊？因为我们中间停下来很多次啊，然后你中间停下来等，然后我们又停下来把这个，我开的时候有讲时间吧？有，我应该有讲时间，好像没有的话，我们两个影片对照声轨，我就可以对出时间。希望这次的位置，我觉得头外发烫，不是，头外发烫。哪是讲这么夸张？哎、欸，真的有开哎、欸！哪里有开？你在说什么？这一段有下去啊！没有，刚刚那个比较好的感觉是没有在酸死的。啊，是啊。你说绿线完全不酸，还有刚刚那个斜点也不酸，那很好啊，控制力都来了。但是刚有脚搓，一直搓筋感。我溜冰的有时候溜冰也会觉得脚趾头很酸。哎，对啊，
刚刚都是我先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要录影啊。好，现在换你先啊。下喽，下了下了，下了下先看一下上面，接着我们到对面。好，走了。好，你先。等久一点，这个比你慢。你让他先的话，你要等久一点，他比你还慢。啊，好，他不动，你走吧。啊，不会，你很稳，回去看你录的。我跟你觉得很好跟。
累累的哈。对啊。都有在用力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换我在前面了。你让我休息一下。对啊，当然要休息啊。刚刚你有在，你都有在用力把你的那个轨道弄起来。而且中间有什么，不管什么人、什么声音，你都没在怕的。我在闪啊。你都停得下来，所以我们有控制力之后，就更笃定了。那走了吗？你休息好了。没有就走啊。呼吸三下。一时。好嘞，松松。对啊，是啊。好，我跟你。嗯，起步很慢了。而且我基本上应该跟不上，就追不到你。不会啦。那我的大弯大，你的弯小一些些，还是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中间慢一点好了。好，慢慢的，慢，好好好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旁边声音很多哈。啊？30分了啦。为了不要排队，为了不要排队，我选择停了。走啦，都到这里，爬上去很累，好不好？休息啦。好吧。我觉得我跟你跟得很烂。没关系啊，但是没发生什么怪事就好。我只听到你一直在笑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啊！先拖三上脚，哎。怎么了？好。太滑了，我才站不住。没有，要先拖上面那只脚啊。真的吗？因为下面就是救你的脚啊，你怎么可以把救你的脚先拖掉呢？嗯。哎。已经丢出去了吗？掉到地上了。来来来。还有一根在那里啊。哇，我最讨厌走这个。侧着走啊。啊，好累啊，不过
关机关机的，浪费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上面滴了一滴水下来？不是吗？错觉。关机了，帮我关机。好，那你也关了。